起来玩了是吧？就看到四面墙是吗？还是出来好玩是不是？你们两个又认识，拖拉机声音大了，你怕了吗？出汗了，跑来跑去的不出汗。亲来了，亲亲，他说，对，叫亲亲，哦，来跳广场舞是吗？扭屁股，怎么扭？怎么扭？啊？这样子跳了吧？这样子跳了吧？走啦，我们去市场玩啦，啊，走，我们去找好吃的，啊，阿婆关音乐就不跳了，阿婆音乐不停，她就不停。暂停。哦，有没电了？走啦，走。下面有表吗？有没有？你看到水就是表。有没有别？看见这个刷口水都流，妹妹你流口水吗？有，你真的流口水了，流口水了，哎呦，哇，你真的流口水了耶，小妹妹，那个狮子精，亲妹妹，啊，发现了一个好东西，对呀，小龙虾，哇，你看，等了好久的小龙虾终于出来了，小龙虾，这一斤多少呀？26。26，太小了吧？你刚来的。哇！你看这是什么，航航？你看这是什么？哇，虾虾！能养多久啊？哎，我们买回去晚上宵夜好不好？就拿回煮了，然后我们煮好就不。我们煮好，我们再走好不好？因为他这里帮煮呀。帮煮啊？那你现在就煮。那现在煮哎。我们下午再来啊！今下午来不了哦。在哪里？我跟你说，你先回来。在哪里？不知道还在不在这里。这电话先。好，留电话，万一我们还在这里，就叫你主送过去吧。不会，阿姨，我们都是一样的。送到饭店哦。啊，就在这里。隔什么来着？叫什么？看得口水都流了。小妹妹，你想吃吗？你看你那么认真，你想吃吗？这个是汤汁啊，哇，还用鸭爪啊，鸡啊，
来煮，用这个汤来焖是吗？它用卤的，它这个是卤一下。如果我们要辣的，可以跟你讲。对对对。哦，那行，加微信了是吗？哎呀，可以可以，早点那个。加了，想吃的话我给你安排。好的，老板喊生意啊。可以的。啊。你好会吃哦。啊，那不是。老是挑那种贵贵的果来吃。快被他吃一半了，这人还没走呢。你看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那个又脆又甜又没有核。哎呀，又大包小包的皮了不？那不是，那是龙虾，还不是在家里面，不然一买哇，早就提回去了哦。那不是，走了吧。找个车回酒店去了，钱也花完了还不走吗？人家说无事赶集，不是，其实我们都不敢再逛了。阿妈呀，阿妈去桂林玩了。阿妈，阿妈，阿妈，阿妈去桂林了。不知道，突然间想到阿妈了，想起了阿妈，想起阿妈了，是没？有缘喽。嗯，阿妈对你好好的，是没？一个抱完到一个，又买东西给你吃。你轻轻抱哦，轻轻抱哦。我觉得他不要亲到嘴。哎呦，你干嘛这样？谁教你的汗？太烫了，要凉一下是吗？凉了没有？尝一下凉了没有？你不要着急好不好，安静等待。哇，你看狗狗，谢谢阿婶没有。对这个人啊，两下都把他扯烂了。那狗狗死了，狗狗都憋气了。不跟你好了，跟牛仔一样的。